过吧。喜欢吗？等一下，还好吧？哎，不能偷亲啊，不能偷亲。偷亲？我怕要被打。打药的香水。偷亲？你咬我，你咬我，你咬我，你真的臭你！以后不要给我喷那瓶。闻哦。去你啊！有完全是你。一瓶迪奥的香水。这个没有味道，最香的是。怎么会这样？你看哪一款？什么味道？你为什么？哎呦，你小子，哎呦，偷拍了，小贱子哦！来，去闻一下这个张立东，大一口有鱼腥味一样，我最香。蛮香的，这个好闻，这个好闻，好闻。要干净，干净，然后味道很重要，不可以臭。味道，什么味道？来来来来来，闻。我看你，糟糕，来，每一个闻一下。过吧，喜欢吗？等一下，还好吧？哎，不能偷亲啊，不能偷亲。偷亲？我怕要被打。打药的香水。偷亲？你咬我，你咬我，你咬我，你真的臭你！以后不要给我喷那瓶。闻哦。去你啊！有完全是你。准备一瓶迪奥的香水。这个没有味道，最香的是。怎么会这样？你看哪一款？什么味道？你为什么？哎呦，你小子，哎呦，小贱子哦！来，去闻一下这个张立东，大一口有鱼腥味一样，我最香。蛮香的，这个好闻，这个好闻，好闻，这个什么味道？衣服的味道，好闻，那就是霉味而已。好闻，一些霉味很臭很重，这个没有味道，完全没有哎。最香的是立东。看到没有？你吸很重哦，有法经常都会啊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闻到异香，如果是樟脑味，事情就闹大了。有这么好闻的？家里会放蛇的味道。来，茉莉。哦，我是身高要高。太直接了，太针对。那你就说你就比较高，多高算高？多高算高？多高？对。所以这站起来，我这样可以吗？理想是180啦。啊！那你坐下，你坐下。我也没过175啦，175可以吧？175很幽默，可以。163，可以。175加他那个鞋子也有178了。我的鞋还好一点点而已。对啊，勉强可以啦。我不鞋垫，可靠也可以。可靠？什么意思？可靠？就是 Eric 刚刚说的，有肩膀，有肩膀的男生。哦，这个很重要。对对，183有没有超过？没有，刚刚好。哇塞，好皱臂耶！皱臂。来卡比度，穿着整齐，那 OK 啊，那整齐，还有眼神，眼神怎么样？那我眼睛点，哎呦，就是眼神诚恳，确认诚恳，对，然后不要乱挑，对，然后不要就是那种一讲话就盯着你看，眼睛一直盯着，一直不行不行，不盯眼睛。杨洋，你刚才偷看什么？没有没有，我刚才眼睛有垂下来，有抓到。对，他一讲说不要盯眼睛，我就说先避开一下，结果哇塞，越描越黑。对，那你看我们这里面啊，谁的眼睛就稍微浑浊，所以眼睛我应该是，好不好？哦，这种确实很好。这个怎么盯他眼睛呢？对，叮叮，你像你假喵，你个假喵，你用余光在看，没有，你心机好重哦。怎么看到余光？余光中哦。哼，这样。你有睡饱吗？可以往下飘哎，你都你直接看哎，你也不没有，我眼神。那你觉得现在觉得哪一个最 OK？ 最骗人的是孙生。最骗人，对，都是骗人。因为他整个就是真的很大，很有精神，就觉得哦，我好诚恳。他那是故意的，装的，真的。就是第一眼我不认识的时候，那他是因为双眼皮是割的。我是真的啦，那你真的真的真的啦，你去割啊？没有，双眼皮真的。眼神，其实人家说眼神会代表一切，那眼神不会骗的。对，嗯。来，你呢？那个手指头要长，然后指甲要干净。好，我指头要检查，手指头要检查，每个都这样。来，出来检查。这样这样，我们先看手指头形状哈。对，长要多长？就是好看。超过了。我这个指甲之短的，女生不会受伤的。为什么？怕抓伤打球啊？打球抓伤。我而且我爪力很强。爪力可以。还有肩膀，对啊，你常攀岩是受伤的，你是痉挛手，对呀，你那什么僵尸手啊？痛风手杖，对啊，肿胀起来，关节都肿起来。你这个今天如果有那种恐怖电影的导演看到你，一定找你去。演活尸，手没有，只有手，只有手，手不用怕，手没表情，手不用表情，手模。OK， 那你觉得他们手哪一个？手模，森达，森达，森达，哇，谢谢，谢谢。
可是人家说我们这种手黑的、短肥的、啊，对，财运好。他们说厚的那边是不是？真的对，财运很好。对不对？不要选那种干干瘪瘪，自己加码厚的，人家没有讲到厚的，他讲厚的，有讲厚的，我讲是肥的，好不好 ？OK。天哪、啊，这个配色，哎、欸，是欧缇玛的颜色哎、欸。好不好？那雨欣，你看到今天这个美好的天气，对不对？然后又看到了我们这个我们的日系神马奥体马，你知道你猜我现在想干嘛？我车都停好了，那我们就走，回头我们回家。哎，不是啊，你看我的脸就知道我要干嘛。我脸上有微微的出油，所以说代表什么？我们要出油啦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来开车去驾驶一下这个奥体马的感觉，是不是有点不耐烦？他是不耐烦我的冷笑话是，好来来来来，期待吗？很期待。没有，因为我之前，我有主持过这个他的那个新品发表，可是因为那时候车还没来，所以我现在真的终于可以一组这个出了一组风采，是终于可以试乘这台。你比我还兴奋吧？啊？你比我还看到你我很兴奋。他座椅真的很。哎、欸，你提到重点了。它这个，我觉得它这个坐起来就是包覆性够之外，感觉它就是你就坐在那种，比如说那种按摩椅上面，高阶的按摩，它真的是 NASA 等级的，好不好？让你感觉就是哦，不够舒服哎。我今天会好好享受一下。你开开，你可以发现有没有？你现在仿佛你跟我对话是不是很清楚？对，对不对？那因为它有这个降噪功能。降噪功能就是说，你外面如果很吵，可是你里面完全听不到，好像是，仿佛就只有你跟我的世界，好安静，好不好？好，也就是说，你叫再大声，也没有人听得到，完蛋了。